事件引起大陆各方的强烈愤慨，严重伤害两岸同胞的感情。我们此行来金门，就是要了解事实真相，协助家属善后，带回两名生还者。我们要求台湾有关方面认真对待家属的正当关切。 配合处理善后事宜，避免进一步对家属造成伤害。